这是在贵州苗乡十分普遍的一种传统美食，几乎每一户苗家中都能够找到它的身影。以前就是酸汤菜，我们家里面每顿都要吃这个酸汤，离不开这个酸汤菜，哎，从小的时候都爱吃。这种酸酸的独特味道，不仅可口，更有助消化、解暑解酒和抗衰老的功效。放学回家就先到里面偷一碗酸汤，以前是没有那么多的，只是一小坛，它是解渴嘛，解渴的。如今，这种少数民族的特色食品已经逐渐走出大山，成为贵州味道的一个典型代表。全国各地都知道哈，知名度来到贵州，啊，来到我们黔东南，非要吃酸汤，这个酸汤是不可少吃的。多彩贵州，与您一同探寻贵州美食代表之一酸汤鱼的美味故事。凯里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州府。走进这个城市，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少数民族气息。高高耸立的木结构鼓楼，外形古朴的公共汽车站，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体育馆、博物馆，在这样一座迅速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中，你也不难体会到苗乡侗寨的独特魅力。作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凯里，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十大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圈之一。说到旅游，就不能不提当地的美食。而要说美食，在凯里人们公认的最有代表性的食品，则非酸汤鱼莫属了。这种从苗岭大山中走出来的食品，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整个贵州味道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今天的凯里市，制作酸汤鱼的饭馆有很多，而想要尝到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苗家酸汤鱼，当地人一定会告诉你，去量欢寨吧。离量欢寨的大门还有一段距离，你就可以听到热热闹闹的迎宾队伍吹起的芦笙。在这少数民族独有的乐器伴奏之下，热情好客的苗家姑娘和小伙子们身着盛装，跳起舞蹈，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站在迎宾队伍中央的，就是量欢寨的创始人吴笃勤。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一路走到今天，他亲手制作的酸汤征服了无数南来北往的客人。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使得酸汤这个传统的苗家食品走上了大雅之堂，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他的手艺可以说是从小学来的。小的时候就是8、9岁会做菜的时候，都开始在家里面都开始做了。那是跟着妈妈学的啊，跟着我们的妈妈、爸爸、奶奶呀。因为以前家里面嘛，就是在那个煮饭的锅边边的一个小坛里面做酸汤，它那个很讲究的，就是吃饭以后做饭以后的就加一点在里面就行了。在量欢寨的后厨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很大的坛子，里边盛放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主角酸汤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酸汤是什么做来的，是不是？它吃起来很清香，很干净，就像水一样，比水好喝，是吧？所以这个酸汤呢，你看它就是这个样子，很好，是一碗清水，肚子疼它吃了就不疼。还有它有很功效美容，就像我50多岁了，你看我还这么漂亮，看我30岁吧，是吧？很好喝的。
酸汤的制作实际上非常方便，它是伴随着普通煮米饭的过程产生的。我们的酸汤就是这样做来的，啊，就是大米在里面，把它煮了以后，其实很简单，但是你要掌握它的技巧，就是温度就行了。煮米的水经过一些搅拌，就变成了这样的乳白色，而这就是酸汤最初的原料了。把汤倒进大坛子中，放在阴暗的地窖中进行发酵，几天的时间，未经过调味的酸汤原汁就算完成了。虽说制作简单，工序也不算复杂，而不同人制作出的酸汤，味道却有很大的差别。这些酿制过程中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也让一坛好酸汤的制作条件蒙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这个酸汤呢，为什么不给你们看呢？是啥？酸汤很小气，它的好像有缘分。反正少数民族就是我感觉哈，我做了那么从我家里面传来，就是我们的酸汤是不许送人的。有些家做酸汤不好吃，他就来要了哈，要你心里面还是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哎，都送给他了，酸汤的送了，他就谢谢你，啊，一谢你，还你的酸汤就不酸了，啊，他这个很奥妙。有了上好的酸汤，接下来就是进行调味儿。亮欢寨的水煮鱼火锅中，参与调味的辅料也有很多。红彤彤的番茄，绿油油的辣椒，白嫩嫩的豆芽，以及很有黔东南当地特色的鱼香菜、管菜，用来煮鱼，既能去除鱼腥气，又可以增加汤的鲜香。这是木姜子，它独特的香味也可以给酸汤鱼加分不少，而且还有健脾消食的功效。先把鱼清理洗净，在鱼身上切几刀，更容易入味。把事先调制好的糟辣椒酱放一些在白酸汤中，就成了更为常见的红色酸汤。调好后的红酸汤增加了一些酸辣的味道，煮出的鱼肉味道更佳。接着把辅料一一放入，和鱼一起烹煮，几分钟后，一锅鲜香美味的酸汤鱼就可以上桌了。在开始品尝之前，还有一样东西不得不提，那就是贵州的蘸水。这一小碟表面上看去并不起眼的辣椒蘸料，在当地人眼中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贵州，几乎每餐饭都会看到蘸水的身影，而根据主菜的不同，蘸水种类繁多，讲究也不少。亮欢寨酸汤鱼的蘸水有几种不同的辣椒作为主料，配以盐、姜末、葱花等调味，最后浇上少量的酸汤，吃的时候把鱼肉在这里蘸一下，入口鲜香酸辣，非常美味。火锅是在贵州十分普遍的一种烹调方式，而在亮欢寨，你还会看到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长桌宴火锅。人们围坐在长长的餐桌两边，中间是热腾腾的酸汤鱼，大家有聊有吃，一边尝着本地的美味，一边喝起苗家人自酿的米酒。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方式让你更深入地体验这里少数民族淳朴热情的民风呢？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酸汤鱼，啊，我们的三亲六戚啊，朋友吃啊，多提意见啊。在贵州，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谚语：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可见当地人对酸味的喜爱。而如今，亮欢寨的酸汤鱼已经成为贵州酸味食品的代表之一。客人的到黔东南，非要了解我们的少数民族的酸汤，还要了解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化就是唱歌跳舞，吹起芦笙，劲歌，他就很高兴。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到了现在呢，我们都想，是不是已经全国各地都知道哈，知名度
来到贵州，啊，来到我们黔东南，非要吃酸汤，这个酸汤是不可少吃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家30平方米的街边小店，到如今全国闻名的酸汤鱼品牌，曾经那个做得一手好酸汤的苗族姑娘吴三妹，已经是餐饮公司的董事长，而她那一份待客的热情和做事的真诚，却依然没有改变。她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苗家味道，放到了待客的餐桌上。而这独特的味道，也终于在他几十年的坚持中，逐渐走出大山，走向了全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酸汤鱼，早已不仅仅是苗家的味道，黔东南的味道，而成为了广为人知的贵州的味道。